好，延续上一集哦，我们还是这个东西，但是我们这次强调12-12小节要接得非常顺。那我可以先用一个节拍器，然后再用嘴巴数拍子，然后第三次就是不数拍子啊。节拍器我现在没有，我就用那个循环效果去这样嘚嘚嘚打来模拟啊，开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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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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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三四四五六七八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好，这次不要用那个假的节拍器，用数的哦，但是过程中可能会断气哦。预备，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。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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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好，这是我们在心里数拍子，不用念出来。